言会王章俱下，时其人发焉甚之。宣王问曰：或为寡人误取，或为寡人取之。以万乘之国发万乘之国，五旬而举之，人力不至于此。不取必有天殃，取之何如？孟子对曰：取之而焉明月，则取之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武王是也。取之而焉明不悦，则勿取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文王是也。以万乘之国发万乘之国，丹似湖江，以盈王师，其有他哉？必水火也，如水亦深，如火亦热，亦运而已矣。